好，我们又来到了一年一度的五千人赛事的，是五千人吗？应该是吧，就是美利达杯。那我们这一次的彰化经典百 K 啊，路线跟上次有一点点不一样，听说比去年小硬一点，爬升变多了，然后总里程也变多了一点点，总共是116公里，重点是没有加价啦。那我们就准备去里面报道，现在已经看起来超级满，一整排都是人。那我们今天的骑乘目标其实就是轻松一点，因为这场比赛去年我太认真跟老板骑车了，导致我都没有到补给站好好吃，而且听说今年补给站有增设到5个点，我忘记去年几个点，但今年呢、啊，听说补给站有非常厉害的东西，等一下我就一个一个带你们去破解一下每个站到底有什么特色的美食。那我们今天因为天气真的蛮热，看起来状况到29度，我们去前面报道。Go go， 要出发了，等一下要跟紧哦。不要，他还放我。没有，我跟你讲，等一下我们出去啊，是完全会被推着走，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因为我们太慢，后面就会一直吹，一直吹，一直吹。准备开始了，6点了 ，Go go go。已经出发7公里了，然后大家今天集团超级凶的，一点都不和平啊！才7公里都骑，均速45在骑，风那么大，给我当没风啊！啊！跟不上集团了，直接停下来吃东西比较快，不要浪费体力。哇！你怎么会来？还有外送补给啊！啊！而且为什么你要背这个？外送啊！我跟你讲，这补给站第一个是看起来是香蕉啦，就是水跟香蕉，有什么特别一点的吗？最好吃 Oreo。Oreo？ 对啊。好，给我来一个。我刚早上其实吃很少，就吃一些面包我超想吃甜的。巧克力太爽了。嗯，好吃吗？这是薄新的口味啊。对啊，薄荷口味。早上起床要刷牙。干！我们要平涂一下，哦，这质地。我真的会把那个风机做死的，妈，我现在舌头超凉的，喝水也不行，然后吸气又一直凉气进来，啊！到60公里之间，就是不断的上下坡的丘陵地，好像要爬2-3座山吧。我们应该已经完成爬山的可能1/4。
干嘛？我没有叫。这一站又有东西哦。我靠，你这个里面给西也太齐全了吧？二选一，哪一罐？该不会又有苦茶吧？没有了。第一个好了。YouTube 今天就拍着了，上次给你喝苦茶，这次给你一些酸酸甜甜的好滋味。柠檬健康，精气新十足。啊，我的表。我们已经骑了47公里。还有整整60公里，哇！突然一个没变好档，现在已经骑了2小时了。下一站的补给站应该是60几公里吧。刚那一站修了有点久，因为去解放一下，轻量化，继续往下一站。我们这样已经休息这么多次哈，而且刚刚那个败类，我都已经把它折直了，他硬要来外送，然后重点是外送就算了，给我80%的柠檬原汁，我喝一个直接去拉肚子。轻松骑，带大家看一下。我靠，又是上坡，好想轻松骑都不行。血糖不够，我刚这站有叫外送了，给我来一点正常食物。我记得我有托你买可乐，还有这站是吃什么？吃好吃的，软糖配可乐。哦，所哦，你这是故意？看这怎么开的、啊？故意的、啊。换一瓶。我帮你开了，白痴哦。看你。哦。3个人。软汤。啊。好吃，乳酸菌汤，鸡汤快，回到终点，吃午餐都不用调味，今天肾会痛哦。看，肚子好饿啊！有没有东西可以吃？好累了，快不行了、欸，真的快不行了。肚子饿是不是？怎么了？不好意思。最后，都头家，我改名。妈吃的这个瓦萨比，真正是就赞了。
好累。我怎么想吃一个真正的食物这么困难？已经剩下最后一个水站了，我不想进去了，我快饿昏，结果又吃不到正常的食物。然后刚那一小段的路线其实蛮崩溃的，因为那个骑在不知道算是河边还是就是全部都田边，然后自己如果没有跟上集团骑，超崩溃，风超大，然后路长的全部都一样，那个热浪在我面前这样，骑到整个快昏倒。剩下最后的24公里。现在最后6公里，现在大家速度又开始往上加了，时速都来到40了。谢谢，谢谢，感谢你，谢谢，谢谢。完赛啊！今天这个比赛我真的骑到后面，真的不想骑了啦。每一个补给站我吃了各种那种根本不是人吃的东西，下次我要换补给团队了，希望那个外送可以送好一点。好啦，开个笑，我们讲一下今天整体骑乘时间，我们总共骑了4小时29分，然后一路上啊我觉得其实蛮辛苦，因为爬升就是那个坡，我们总共看起来只有788，但是那个坡从头到尾一直上去，然后一下来整个团队又开始加速，超级累。然后到最后一段，我记得到大概60公里之后，全部都平路之后，那时候刚好超级热，然后你只要没有跟上集团，逆风超大的时候，完全就根本骑不下去。还好我还是活着到终点了。希望下一次我的梅达经典100K 下一年，我要换一个补给团队，不然真的太累了。整体来讲，这次我觉得我有认真慢慢骑，然后看一下路边的风景，超多很漂亮的凤梨田，然后还有那个可以看到超远的山。真的很美，我上一次根本什么都没看到，而且今天天气真的很棒，推荐大家下一次可以来。你看它的完赛奖牌，还有这个小车可以跑哦。好了，我们要去会场吃一下现场有很多美食，好像有肉粽什么饮料之类的，我们去吃肉粽。下次明天见，我是你的家长 Joy， 我们下次见，拜拜。干太咸了，这不能这样玩，太饿。好了，第二颗不是了，第一个你。再给他一颗，再给他。好好好，不开玩笑，真的要吃了，真的要吃，吃正常是吧？这最好是正常的啦。烦呢、欸，到底有没有正常的？给我一堆这个这么咸的东西。正常的，正常的。